好，农历新年将至，花莲市公所与知名插画家喜手合作，今年再度推出龙年联名春联。另外也邀请到了日本知名的书法家增山上信书写，搭配市长魏家彦的 Q 版人物以及金龙，制作成龙年行大运的春联。两个各有特色，从即日起除了会投递到花莲市内各家各户，在市公所一楼服务中心也有开放索取，数量有限，送完为止。花莲市公所推出两款龙年春联，联名款是请到知名插画家 Duncan 设计，以应景的金龙为主题，戴粗框眼镜的 Duncan 与金龙一起飞耀，营造喜迎春的主视觉。而另一款传统春联则是邀请日本街头书法艺术家增山上信，以自创字体书写龙的字样，色彩缤纷，十分喜气。那我想这一次的推出其实蛮多人都蛮喜欢的，那也有推出红包袋，那也希望说我们都放在公所的柜台给大家来做一个领取，那我们也会派员然后在花莲市的一个挨家挨户的一个发送，那也祝福大家在新的年度新年快乐，那也祝大家龙年行大运。花莲市公所行政室主任顾颖群也表示，农历年前会将这款联名春联透过专人送达花莲市内的各家各户，如果有额外需求的乡亲，从即日起可以透过平日上班时间前往花莲市公所服务台来做索取，数量有限，送完为止。记者徐立勤，花莲市报道。